集善寺跟一来去基隆问当地人推荐什么就是什么的计划，得到大家的喜欢后，我决定要再来挑战排第二集。是冒着危险，不能让爸爸知道我跟大家继续的静云一起来台北啦。我们决定来到难度更高、认证美式沙漠的苗栗，来看看究竟苗栗人会推荐我们吃什么早上午餐甜点呢？还是我们最后只能吃麦当劳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I said, are you local people? 大哥，你当地人吗？啊，这边早上你推荐好吃的呢，就是紫蝴蝶早餐店吧。紫蝴蝶。在附近啊。啊，如果去那边，你推荐吃什么？我香肠炒饭。闻到了。汉堡。睡啦，大家。就那个香肠炒饭吧。香肠炒饭。哎，很顺利哦，我们第一个就是苗栗人。呀！紫蝴蝶。哎，我运气很好哦。好，大家走吧。出发。紫蝴蝶。这人一早真的很有精神呢。对呀。我想说这个奶茶好喝，我快喝完了，大家。刚嘉俊就说：“你看人家，我要怎么办？”然后刚刚我们点的是刚刚阿姨推荐的炒饭跟汉堡，大麦克给大家，然后有加蛋，那一家没有蛋，就这一家有。是麦克当劳吗？好，不能讲了，你最近越来越坏哦，你很会讲一些不能播的影片哦。来，粉丝先吃啊。嗯，专门是很好吃，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。哇，它的起司哦 ，I like，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。真的，我比较喜欢这个哎。嗯，我觉得这个。我们不会吵架了。我告诉你，那这个交给你，这个交给我。我告诉你哦。嗯，好，大家。哎，我们这样吃多少？255。加什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我们要吃六家，第一家已经四分之一了。点餐的时候要开始认真计算价钱，对啊，不能随心所欲。阿姨你好，我们点了要买一个，没关系，点不够，客人大客户。我这次会真的让你付下来哦，他每次都说说而已。我这次真的让你付哦。你为什么越来越变硬了？鬼坏人，大家。让他生气。阿大哥，你当地人吗？对。这里以外，你推荐哪一家？推荐哪一家？上林美好美。上林美好美，就是上林啊，然后大好美。卤肉蛋饼。加酱油。醉了，大家我们等一下去上林美好美。大刚刚不是有一个卤肉蛋饼嘛？然后他说尾蛋饼还好，我自己是尾蛋饼的爱好者吗？呀！我要去看一下他讲的对不对？哎，那给你奖品哦，到底好不好吃？好，来一个。哎，等一下哈，帮他写一下好不好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写？哎，写中文啊？真的吗？你给他写。你没有发现我没有订鲔鱼蛋饼？为什么？省钱。他说要订卤肉，我都以为是卤肉饭的卤肉，是卤肉，卤肉，卤肉是什么意思？卤肉起司的朋友。它的酱油特别呢，酱油加油葱哎葱。那粉丝先吃。大哥，你刚刚跟我说卤肉干嘛？还是觉得鲔鱼比较好吃？我没有吃鲔鱼，但是我觉得还是鲔鱼比较好吃。白蛋绿酱，黑龙 like。那我们还有670块，我们等一下去问路人，苗栗可以玩什么？苗栗不是有一个什么骑脚踏车的什么？好像是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要钱，也要算在里面。我好像没有带钱包。苗栗路上没人呢。说真的很空只有摩托车妹妹来。妹妹你来一下，妹妹。啊，这里有什么好玩的？我们可以去玩的点。公园都可以，大会吗？没有公园我不要。在那个谢一贵的后面。八爪公园。八爪公园。哦，妹妹还可以去肉呢。谢谢你。我靠。你可以顺着看，对。对，大家可以来苗栗买一下，然后找一下一个可爱的妹妹。好累哦，要到了没？妹妹，给我们的公园要走24分钟啊！大家欺负外国人呢，他是不是以为你是也是外国人？有可能，哪个国家？越南。越南。
形状，好可爱、喔。就爬上去看看吧。我们爬上去滑一次，然后就回家。好，我下去了哦。啊！当当当当当当当！当当呼噜呼噜，当当呼噜呼噜，好烫。有吗？有吗？你还下、啊？很好玩哎、欸！不要！再一次啦！不要！跟我，你坐那边，我坐这边。我记得我们真的神经病。一次就好。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呐！我靠！Go！ 哇！好好玩哦！好玩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啊！哎呦！哎呀！我靠！这应该会不会比较烫吧？那我先下去喽。真的好热哦！真的好慢哦！我的天哪，我还下不去哎！干，如果我下不去，完蛋了，要拆掉呢！好热，不要卡住哦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哦哦哦哦哦 ！Shit！ 超级热啊！烫吗？好香啊！哎，跟你们说，我们都拍得到，大家超热！你是去哪里受难？他说天气热不要上，哪里？有啊，天气热不能上。你指给我看，我看你啊，这里啊，哪一部分不能上？不要瞎掰好吗？没有。哎呦，怎么会现在出来？为什么你现在？为什么都是小妹妹在害人家、啊？跟那个阿姨也被小妹妹害了嘞。妹妹，你为什么那么热想出来？我台湾人啊，妹妹，你看我讲台语的，你听不？我们在问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午餐推荐的，邱家板条。板条？好，那我们去吃吧，谢谢。谢谢。不是，我现在要问的重点是岳阳那边是几分钟？3分钟。Fuck！ 各位，你们看，非洲人也怕热嘞。3分钟够。开心不起来。我们现在订了两个炒板条，嗯，炒板条。刚刚这个阿姨推荐的，如果不好吃，我跟她去炒的，说大付钱。这个是50块，这个110，160而已。哦，哎，你那里午餐比早餐便宜，这个牛肉好香，还有牛肉味，来来。它的汤很香，可是它的汤有一种味道，是什么？哦，香菜。你要我看？没有。我一口。妹妹，好吃。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好吃，这些推荐好不好？你好，你好，上次有跟 Hook 合作 ，Hook 是谁？那个 Hook 我女儿啊 ，HOOK。哦，真的、哦，我们今天拜了，我们是问当地人，他们推荐什么东西？下一个你还要推荐什么？下一个一口香啦，一口香，他的名字叫一口香，对，两点半。找不到，我知道，欧联，我在这我就要擦口红。你看我也没有擦，我也没有擦口红啊。谢谢，欢迎来到我们苗栗玩。谢谢。妈妈突然上别人的频道了。时间是1:07，打算先去随机找一个木门。应该不是公园。不要在公园。好，我们出发。Go！ 你们是在地人吗？算半个。你们是哪里人？半个算吧。我来4年了。4年当地人啊，当地人啊。我们在找一个景点。有另外一个景点吗？是猫里山上面那个猫里山的公尾区这里。公尾区。公尾区。哦，公尾区。嗯，你要回去。那我们要去公尾区，大家。啊，母呢？母不用回去哦。什么东西啊？现在的位置就是这里。那他睡到哪里？睡到我看不到。还是我们在那个顺平停就好了。隧道没有，我们一定要去隧道啊，小姐。120公尺是走这里，哈尼庄那边我要走这里。为什么？我要走这里了，比较快。这边要晒太阳哎，做黑龙一个人要晒太阳。爬上。我先坐这等一下。他到了耶！哎，帅哥，一个人吗？你要一起去隧道玩吗？来吧。他说要一起去睡吗？你们睡到剪片的人太多，剪一下，爸爸在看。火车来了，火车来了。Hello， 嗨。下面里面会不会有鬼？里面会看不到你。会有啊。会。哎，大家好。
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，卡起你啦！睡啦！我在跟他们聊天呢、啊，他说你是谁？我说我是黑龙。他说哦，我第一次这边看到黑人。哦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他。哇，那鸟坐在哪里？喇叭。哦，是喇叭在讲话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被骗了呢，大家。还跟他对话。太累了。我以为你知道。被骗了呢，不聊了，不聊了，生气了。好，我们到这里好了，不用继续了。我们不是来吃外面的、啊，外面那么热。好，回去。两点了，要回去吃后姑妈妈推荐的吧。好，大家我们回去了。走啦。哇！老板推荐哪一个？先从青葱牛开始吃好了。青葱牛，一个30、60，60块，哇，可以。哦，说 juicy 呢？而且它的皮不会太厚，然后它的皮好脆哦。我刚刚吃原味，我觉得不够咸吗？不够咸，你有发现吗？你吃很重咸的，我发现。我们跟别人因为会做这一种的东西，加没摆。嘉俊，你有吃过啊？那个比较大。对对，那个比较大，加酱油啊，还有那个葱啊，我再多吃看看。比较了解啊，很适合早餐啊。早上吃这么咸啊？这个然后一个干大麦哥不是很咸吗？早饭不是咸的，你装屁啊！我觉得他爸是看到这里完蛋了。爸爸不好意思哦，你女儿今天哦不乖。我们刚刚剩，450的甜点，哇！我去买庙里最贵的冰淇淋，买最贵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去路上问人家的推荐什么。嗯，好，你走吧。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。你也当地人吗？外地搬来这边8年多。哇，8年多。你有推荐的冰店吗？苗栗的话，水心眼吧。水心眼就是刚刚那个人讲的。嗯，那你最喜欢吃哪一种口味？八宝冰啊。八宝冰。八宝冰。去就知道，要排，他基本上都排队。好，谢谢。刚起来，刚起来。出发。我觉得这一种的冰，我最爱的就是芋头啊。不最爱的。你餐比一餐便宜啊！对啊，对啊，他就要这样，我干嘛？李洛斯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对，好久不见了。美女，你们是当地人吗？那你们推荐什么甜点？甜的都可以，蛋糕、面包、饼干。哦，出口甜点。出口甜点，走路29分钟。好，这个可以哦。这位可以，好啊，谢谢你们。出口甜点。好，谢谢你们哦。谢谢，注意啦，拜拜，辛苦了。不能抓住。好不容易。你好重。不好重，我在推他啊，不是刚刚你推我吗 ？I believe I can fly。非常适合女生来，就是很完美的。谁不适合我来？你现在是姐妹，干嘛？好，我现在跟大家讲重点啦。我们刚刚不是剩400块吗？哦，对，刚刚好400块。哎，我们这次很厉害哎。Ladies first， 来了。OK。我先岳阳会说我没有 man 哎。我希望它的鲜奶油哦，不会是腻的那种。第二口不用女生先。变了。现在赶快抢！我不能吃，被你太大口。你这样子挖太多了，越洋没有东西吃的。你吃我下面这块。好，谢谢你来，好不好？两个人真面目啊！我前面什么 lady first？ 你们两个是不演？对，你们不演了。太累了，太累了。我 mix 来了，大家，你们看，台湾人跟黑人一起 ，baby 就变成。台湾女生这么多。拿
我说台湾人。拿铁的爸爸，爸爸我很爱你哦，的爸爸我很想爱你哦。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你今天交女朋友，他问你说，哎、欸，你在路上会看没？你会说看还是不看？我看啊，就看你啊。我不知道这个答案。对对对，早餐店吧，餐点美女很多、哦。那第二个的话，应该是这个吧。这家，嗯，这家也是我觉得。我的第一名是一口香。一口香那个冰、哦，还不错哦。你要听我讲话。没有，你说那个、啊、那个冰啊。哪个冰？里面有肉的那个、啊。哦，冰哦，我听成冰。我讲的是一样啊。大家都不是说苗栗就是食物沙漠吗？嗯，可是我们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食物呢，嗯，然后都蛮好吃的。大家如果你们也推荐其他的出差的点，还是你们下一次要我们去哪里看看啊？应该不会说新竹吧？新竹我听说什么都没有。卢奇跟你俩第一个在下面留言，对，你要被呛了。那你们记得去静宇那边订阅按赞，订阅喽，然后来天龙这边订阅按赞啦 ，King。好啦，下次见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好，你的泡没了，什么意思？不要再玩了，不要再玩。现在都在想要不要生小孩，你真的要考虑哎，你生八个，因为他有八个六号弟。那这个要一定要很会游泳的呢，我其实很会游泳的，700万个，我是最会游泳的，就进去了，变我了，他听不懂，他听不懂。